为什么胖胖的我打不通你的电话，是因为昨天晚上不给你买冰淇淋吗？为什么胖胖的我提心吊胆一整晚，是因为胖胖的我真的害怕大姨妈？为什么胖胖的我心下长一周天下，是因为大人都说胖子长得很老实啊？为什么胖胖的我背上行囊到北方，是因为胖胖的我真的害怕没柴花？躺在大床房吸着喜之郎，你过来一拳把我之郎撂倒在地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对我说啥，不就是分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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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躺在大床房看着准新娘，你过来一拳把之郎我撂倒在床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对我说啥。胖子长得很老实啊，为什么胖胖的我背上行囊？